黑爷，你就不要进来了吧？崔郎君，我还没有到过你这里，想要参观一下。崔大阁下，请快一点。不用谢了。四郎说要回日本，这啥意思？把那家伙太贼了，跟他打交道得多留个心眼。我现在搞不清楚啊，这是个套还是真的？你这谁知道啊？哥，反正这事儿你弄准上了。哎，这可咋整啊？黑爷，我换身衣服，你不用着急。啊，这样成的，你去找叶老赵，你跟他说次郎要走了，说带东西。我怀疑这个东西跟图纸有关系。我呢，想办法联系到次郎，尽可能拖住他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少爷，少爷，电话。你等我会儿，我接电话。我是杨子良，子良君，长话短说，我哥哥今天晚上让我离开。我剩下的那部分钱，我一会儿去取。可是我手上现没那么多呀。有多少剩多少。你什么时候走吧？今天晚上7点半，他们来货仓接我。半个小时以后，永春大理寺门口见。你干嘛走那么着急啊？今晚有单专机飞行机。我哥哥非要让我离开。行吧，那我尽量帮你筹吧，有多少算多少吧。一会儿见。好的好的，拜托你了。来不及跟我多说了，跟我回娘家取钱。哎哥，取什么钱啊？到底出啥事了？钱是给次郎的，次郎说他一会儿就回日本，晚天让次郎给新京带东西，我敢肯定这个东西有问题。哥，你真打算给他钱呢？你不给钱咋整啊？猴子，你在这儿待着，等次郎。哦，不是，你带啥东西都不知道，你给他啥钱？你这话说的，把天都搅滑呀！万一给的是图纸呢？飞机上天你给干下来。次郎君，请抓紧时间。行了行了，我马上就来。可以走了吗？啊，可以走了。帮我护好次郎阁下。好。帮酒井的忙，我要去趟永春大理寺。酒井，什么事情？酒井托杨子良兑换的钱，我要帮他带回日本，给他的家人。杨子良认识酒井？见过，我带杨子良去过红部。什么时候？好像是酒井殉职前吧。哎，去永春大理寺。苏队长见你，请。请请请请，那个，我有件非常重要的事向你汇报。说。这件事非常重要，所以我亲自得给你汇报。你说什么说？说说说，
是这样，我没来佳木斯之前，我手里有一张照片，抗联的，是个女的，后来又被他们给抢走了，老危险了，差点要了我的命。后来我想起来了，你猜是谁？永春大旅社对面裁缝铺那个女的。你记得没错，这能错吗？也不敢错呀我。哎，我一直就觉得她面熟，后来我终于想起来了，就是她。来人，给我去抓人，快！我的钱呢？我知道，你关键药太着急了，我这不是让他自己拿去了吗？我赶时间。那个快点的，这马上拿出来。哎，将军，听次郎说，红部出事前，杨子良去过那里，并见过九井。你先别动他，让黑岩拖住他。你送次郎到机场，保证他把胶卷带出去。我安排人抓捕杨子良。黑岩，走。